浩瀚的宇宙是许多充满好奇心的人们想要一探究竟，却只能够了解它冰山一角的地方。星月旅店呢，对于无垠无涯的太空有着很特别的感情。在热忱的驱使之下，在这小琉球呢，打造出了一个外观宛如银河系一般的民宿。金黄色和蓝色调和的建筑，就像是耀眼的太阳光芒，缀上夜晚的繁星点点。又以宇宙呢是没有形状限制的概念，勾勒出了有如公共艺术一般毫无规则可循的建筑架构。相信啊，来到这里的旅人们一定不会放过每一个能够寻宝般探究每个角落的好机会吧。